各位观众晚安，各位观众晚安。唉，过去个礼拜忙到我死，实际由7月1号到而家咧，我接咗好多专题访问啊，全世界。咁咧就一路访问，嗰啲访问佢哋真系当件嘢做嘅。所以，譬如1个钟头访问，佢要做好多好多准备工作啊。咁啊，真系好专业嘅。我哋而家咁讲嘢就好随便，好似普通倾偈咁。但嗰啲好访问，佢做足功课。问嗰啲问题，譬如香港议会啲问题啊，边个唔同嘅角度有咩缺点，佢做晒，即系人哋反对嗰啲，佢都去访问晒，然后用佢哋啲话嚟质问我，咁所以好，唉，忙到不得了。咁啊，因为点解我清楚咧？第一，我系日本居民嚟嘅，日本居民。第二咧，就我老婆日本人，大家都知啦。咁跟住咧，日本喺今次咁食日本嘢，个个都中意噶啦，系嘛？咁而家中共制裁日本嘅食品，唔俾佢嚟香港，同埋海鲜啊，唔俾佢嚟香港，同埋唔俾嚟佢去入大陆。咁呢件事咧，我哋香港人10个9个都中意食日本菜噶啦。咁有影响，有影响，就系唔系咁大咧？一阵间就讲啦。咁咧就但系日本手里边有大把牌。以前咧，日本人咧就好讲礼貌嘅，呢个事实。以前对中共啊好讲礼貌，但系最近个态度咧，过去1年嘅态度咧，就180度即系转身，咁就即系觉得大陆实在过分，咁就开始支持台湾。一开始支持台湾话咧，即系话如果台湾被中共打咧，佢就日本一定要出手，要帮忙，咁即系证明咧。日本嘅態度已經變晒嘅啦。嗱，佢而家制裁日本嘅海鮮，梗係無謂啦。嗰啲日本海嘅鬼咁乾淨，佢俾得人攞魚食啊！日本人第一個食噶嘛，佢梗係海邊嗰度捉魚嗰、那個地方咧，嗰、那個福古斯萬咧，即係叫福島啊嘛。福島嗰個核電站咧，嗰度咧實際咧啲水好靚嘅，係對住太平洋嗰邊。养鲍鱼、养蚝就养蚬，好多嘢养嘅。因为嗰度咧，嗰度有少少山嘅，东边啊，东边有少少山。咁嗰啲山水咧就流咗落海嗰度，山水里边咧就有嗰啲叫做algae，即系有嗰啲等于鱼食嗰啲植物啊，微生植物。咁嗰啲鱼咧就系靠呢啲，见啲金鱼把口咁不断咁食，实际佢喺度食紧嘢，不断咁食，就系好细嘅，你睇唔到佢食嗰啲嘢，嗰啲系微生植物嚟嘅，微生植物。咁有啲叫做青苔啊，包括青苔，但系青苔佢系未积起嘅青苔，所以你睇唔到。咁佢食嗰啲嘢嘅，所以嗰度咧嗰大嘅海鲜系靓到不得了嘅。咁你哋都听过啦，系嘛？即系嗰个鲍鱼啊，吉品鲍你听过啦？嗰个地方咧嗱，福岛北边啲咧有个湾海湾叫做 Kippin Bay 吉品湾啊。咁我哋中国人咧，梗系就喺嗰度咧，嗰度有野生鲍鱼啊。咁我哋嗰阵时中国人嗰度就同佢买咗啲鲍鱼啊，佢就同你吹乾埋，唔係曬乾噶。個個以為嗰啲個鮑魚係曬乾，唔係嘅。佢咧差唔多咁大隻鮑魚咧，曬到差唔多1/4隻寸到啦。分條麻繩咧就吊住佢1寸咁樣，然後咧掛喺度唔可以見太陽嘅。咁裏邊咧鮑魚裏邊有好多水分嘅，1/4至3個水分咧就慢慢慢慢咁蒸發咗，即係空氣吹啊，因為空氣乾啊嘛。吹咗咧，佢变咗咧，就嗰只鲍鱼一路熟熟熟熟熟，咁啲味咧就浓缩喺中间，所以佢中间系生噶，中间和所谓溏心嘅意思咧，即系唔系熟嘅，仲系生嘅。咁你翻去整咧，实在就系整熟咗出边，中间咧生生地，咁就叫溏心干鲍。咁嗰度好出名嘅，嗰度啲蚝又靓，嗰大蚝又靓，鱼梗系靓啦。成个太平洋对住太平洋，嗰度海鲜系好出名嘅。咁嗰个成咁上次嗰个海啸啊，上次个海啸咧就破坏得好紧要。咁日本都系啦，咁佢就一路储住嗰啲由嗰个核电站出嚟嗰啲水咧，佢就冇放出嚟，就想办法攞佢里边个辐射啊，一路降低。
咁呢件嘢都好耐噶咯喎，嗱，2011年到而家10几年咯喎，眨下眼就10几年，佢处理咗10几年啦。你话叫人有耐性啊？而家佢觉得安全啦，就放啲水出嚟。咁啊，全世界都话 OK 冇问题，嗰啲 危险度好低。中共咧又冇意外放喺佢附近嗰啲核电站放出嚟嗰啲里边嗰啲辐射性啊，远远高过日本嗰啲。唉，真系即系黐线嘅。佢系揾理由嚟搞日本，揾日本嚟根本而佢以为搞下佢日本可以受嘅威胁，已经个时代已经过咗，即系日本人帮你中国低声下气，唔系呢个时代过咗噶啦。而家日本嗱，我话俾你听，日本真系强硬起上嚟，同埋日本烂起上嚟，一样咁烂嘅。仲你睇睇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乜嘢做唔出啊？所以，唉，所以中共咧呢啲人咧就敬酒不吃吃罚酒，有啲咁嘅料啊！共产党就系咁啊！记住啊，你哋记住，对共产党你千祈唔可以软弱嘅，你软弱佢就下嚟，你一定要企硬上，咁咧佢就惊啦啊！所以如果多几个人企硬上咧，佢就即刻退噶啦，佢走忌噶啦。所以啊，而家日本唔系咁讲，但我话俾你听，你记唔记得前2年、2年半前差唔多啦？日本咧就唔俾一隻叫做耗料啊，消耗嘅耗啊，耗料去韩国，因为韩国咧除咗自己用之外咧，佢就转卖俾大陆。咁觉啊，日本觉得呢只耗料咧，即系讲紧2年几前啦，呢个耗料咧系敏感嘅，即系话咧系你如果高级嗰啲晶片啊要做嘅话咧，一定用呢只耗料。就係呢啲咁嘅耗料啊，有时咧有啲叫感光剂啊，有啲系清洁剂嚟嘅啫，好简单清洁。但系晶片嘅要求啊，高到不得了。你有少少杂质啊，都可以，因为佢你讲紧嗰条电嘅电个宽度啊，讲紧几个纳米，一粒灰尘就已经系几十个纳米啊。所以咧，变咗佢嗰啲液体啊，佢用好多种液体嘅，用差唔多我佢做晶片就起码50、50、50、60种唔同嘅液体啊。嗰啲叫做耗材啊，消耗嘅材料，用咗就冇咗噶啦，死水冲咗。只要一只啫，日本咪有21项嘢啊，21个工艺用嘅耗材，用嘅设备，话唔准去中国要申请至去嘅，21个里边，21个工序，一个工序有好多嘢嘅，里边又有唔同嘅设备，又有唔同嘅耗材，有唔同嘅原料，好鬼多嘢噶。只要一样，嗰21项嘢里边，其中一样嘢里边嘅一，其中一项嘅里边嘅一样嘢，唔俾你，成个中国嘅半导体厂全部停落嚟。嗰次韩国就有镬咁嘅嘢，搞到三星啊，差唔多，哇，惨咯！三星自从嗰次俾日本制裁咗之后咧，即系嗰啲系无声的制裁，根本嘅生意咧一落千丈。咁嗰次都影響埋大陸，因為三星咧攞呢啲嘢轉去轉運俾大陸嘅，佢哋唔知啊。你嗰啲海鮮有乜大不了啊？你個個都以為日本海鮮係咩？日本啊，大一半啊，一半日本海鮮係外國運翻嚟嘅。佢哋嗰個人唔知嘅，俄羅斯啊，你睇到地圖啦，俄羅斯太平洋嗰邊啊。俄罗斯人食海鲜就唔系好识食嘅，佢哋啲人中意食肉嘅。啊，俄罗斯人，咁佢哋嗰啲渔民捉到啲海鲜，半夜就运去边度咧？运去北海道。一个俄罗斯，一个北朝鲜有渔民嘅，佢哋捉到嗰啲靓嘢，唔差嘅。啊，海胆啊，嗰啲好贵嗰啲啊，海胆啊，龙虾啊，鲍鱼啊，即系嗰啲好值钱嘅嘢咧，佢就半夜咧。就偷偷地走私去俾北海道近啊嘛，对面海啊嘛，咁就买咗嗰啲人攞现金嘅，好大生意嘅。佢就嗰阵时有人留我做，我好多人留我做乜嘢生意，有人留我做嘅，所以我知嘅嘢咧，即系我做过都唔少啊，听过更加多啦，系嘛 所以咧，日本实际，哎呀，日本根本啲海鲜唔系问题嚟嘅。美国有大把生意，欧洲有大把事，而家全世界嘅日本餐厅生意好到不得了，间间都好嘅。即系嗰啲假嘅日本餐厅就麻麻地，
即係好多係台灣人開啊，甚至有國內嘅人喺美國啊，喺歐洲嗰邊開嗰啲假嘅，真嘅日本餐廳收得好貴嗰只啊，嗰啲生意好到不得了，有時訂位啊訂成個禮拜嘅，啲貨唔運嚟大陸，運去外國一啲問題都冇。但係好可惜咧，我哋香港人就慘，香港人咧，香港人中意食日本嘢啊嘛，而且又唔貴。啊，咁我哋香港係日本最大嘅食物嘅入口商，即係海鮮嘅入口商。咁啊，變咗就香港就問題大啲。但係香港人好叻嘅，佢呢度買唔到，佢又有第二個辦法，即係啲日本人會教佢喺第度買。咁第度都釣到魚噶嘛，乜嘢魚、乜嘢魚、乜嘢都釣到。日本會教佢哋唔好直接同日本買，你去同邊度邊度邊度買啦。咁日本嘅貨源啊。日本好多都係入口嘅貨源喺外國，譬如你捉到一隻、捉到一條嗰啲叫 bluefin 啊，嗰啲 bluefin 英文中文唔記得咗叫咩，即係你食拖羅嗰個魚腩嗰條魚啊，咁你捉到條 bluefin 咧，嗰個用空運啊，譬如你喺 New York 啊，你 New York 出邊海啊，捉到條 bluefin 用飛機運去東京拍賣，講嘅喎。即係好嘅魚啊！日本周圍都唔係多，唔係剩翻好多噶啦。全世界最靚嘅魚用飛機運去日本供應俾佢，所以好多時我哋以為係日本嘅海鮮啊，實際未必係嘅。最靚嘅極品咧，就全世界供應嘅，南美啊乜嘢都飛過去嘅。咁然後咧，就日本再自己再買翻出嚟。咁你而家制裁佢咧？佢咪叫你去喺嗰度直接供应俾你啦，唔使经少个日本，咪一样冇办法。呢啲完全多余啊！中共搞呢啲嘢咧，搞到咧真系天怒人怨，然后咧吃亏嗰个就佢自己啊，吃亏个自己，佢以为仲可以悭翻啲外汇添，人哋日本一招嘢啫，半导体里边唔俾一只清洁剂你啊，你即刻就所有喺大陆。大陸都生產唔少嘅，佢尤其是喺記憶體嗰度，即係我哋英文叫 memory 記憶，佢生產好犀利嘅，喺 四川啊嗰邊大量生產。你同樣係嗰只咁嘅，譬如清潔劑啊，或者嗰啲叫做感光劑啊、電阻啊咁之類嘅感光電阻劑嗰啲咁嘅嘢咧，佢就只要俾少一隻你，你成個國家停咗落嚟，佢唔知啊。即係習近平，佢講出嚟係講一句制裁，佢冇人話俾佢聽。你如果制裁佢呢樣，人哋會制裁翻你。即係所以根本就可以咁講，今時今日習近平講嘢，下邊啲人唔敢答嘴，咪睇佢做咯。做咗之後唔得，咪再講咯。差唔多習近平搞親嘢都係嘅，做親嘢第一步睇落去好似幾靚咁，一出到去咧就失敗，失敗就爛尾，爛尾咧就冇人孭鍋。咁啊，卒之佢自己死死地地，都去想办法搞翻掂，搞唔掂啊，边度咁嘅能力啊？呢、这个人咧就真系每样嘢做嘢都系第一步嘅啫，第二步一步未行完已经 boom 冧档烂尾，就系咁样样。呢、这个人佢嘅能力就系咁样样，即系佢个时代红卫兵出嚟，我红卫兵出嚟，但系有好多人即系红卫兵时代过咗之后咧，都读翻好多书，即系。追翻对世界嗰啲知识啊，但系呢个人可以咁讲，肯定就冇，肯定冇。如果佢读嗰啲咧，都系嗰啲咁嘅政治理论啊，对实际现代社会里边嘅工商业又好，金融业又好，知识医学零，咪搞出现咗大剂嘢。最惨佢一专。而且佢嘅影響力唔係淨係中國，淨係嗰啲疫苗啊！你知唔知幾多國家喺周圍啲國家？我亦啲蒙古朋友，我問你：你哋有冇打疫苗？有打邊只啊？大陸嗰只係咪叫科興定係乜鬼嘢？真係笑話嚟嘅！佢影響好多人，即係全世界喺度打疫苗，原來嗰只嘢冇用嘅，一啲用都冇。咁變咗一路打到去非洲，你諗唔使？我估啊，中國咧就加加埋埋，全世界可能一半人啊打緊佢嗰只冇用嘅疫苗。你話佢影響力幾大啊？道歉都冇聲嘅喎，就咁根本白打喎，錢又使咗咯。即係呢個國家真係
讲唔清。咁啊，讲翻啦，嗰个日本个问题咧，即系我估佢咧，今次咧佢激嬲日本咧，日本会反击，以后冇呢支国际枪啦。啊，即系同你乜嘢？日本以前啊，真系乜都，因为我喺日本公司做过副总副叫做副会长，会长即系董事会个会长啊。我做过好多，同埋我都系投资同日本一齐投资喺大陆嗰啲工厂啊咩，所以我知道日本人咧，佢一决策落嚟咧，佢唔会无辜辜同你嗌交嘅，佢公司嘅决策落到嚟，或者国家嘅决策落到嚟咧。佢就同你买气啦，乜嘢都冇得倾。而家佢就决策落咗嚟，中共就系佢嘅敌人，唔系假想敌。佢对中共仲紧张过美国，因为美国远啊嘛。你中共有咩事呢？梗系搞日本、搞台湾啊，近啊嘛。咁所以呢，就日本而家全部准备好同应战啊，即系做对付中共应战。可能佢系最勇嗰、那个。即系打最头阵嗰、那个啊，仲勇过韩国。韩国仲有少少寄望将来同中国好翻，但日本已经放弃咗。你每间厂离开大陆，翻翻日本，100%补贴；去啊，譬如去越南啊、印度啊，50%补贴，冇噶啦。基本上日本冇晒工厂喺大陆，但系咧有啲贸易公司仲喺大陆嗰啲咧。就賣嘢俾佢，因為大陸需要好多日本嘅嘢，啊，係賣嘢俾佢，所以冇嘢俾佢綁住。但係而家嗰啲人都唔肯去，費事留喺大陸有咩事做，俾人做人質，嗰啲好日本僱員唔敢去。